戏秘籍大公开，这次要介绍的武器是暗潮杀机苍蓝突击。I have 苍蓝 ，I have 加九，苍蓝加九亮晶晶。致命拥抱为苍蓝突击的最大特色，发射出去的榴弹可粘在任何地方，粘到敌人时会直接爆炸。其他状况则需要使用右键引爆，在空中时按右键可瞬爆。苍蓝突击可瞬间引爆，因此比红岩夜火更能应付战场的千变万化。拥有像兽神皇的大范围高伤害，所以更适合拿来当陷阱使用。尤其在转角处、门口等地方集中放置榴弹，只要敌人一经过，马上送他回老家。榴弹也可以放在超明显的地方来限制敌方的走位，不过小编更喜欢把榴弹粘在拿暴风雨巡游星芒的队友身上，有无敌状态的技能更能冲进敌方阵营。嘿嘿，又赚到好多人头啦，可别小看小编的致命拥抱哦。高伤害范围攻击加上榴弹在空中时按右键可瞬爆，苍蓝突击在中短距离的对决将无人能敌，赶快来警特枪阵把它带回家吧。